左派想要建造的就是嘴巴上说的乌托邦，执行起来像个蚂蚁窝，但是其实就是一个监狱实验室。就像美国这边最自由的城市之一，2020的时候天天有暴动，然后把警局烧毁的波特兰，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他们活在一个左派监狱实验室里面，享受着自由。现在他们是活在乌托邦吗 ？I'm living in a nightmare neighborhood. It's really scary.For years, these neighbors have been watching the city's homeless crisis spread across parts of southeast Portland. Now, it's right outside their front door. I want to cry. I just want my house back. Christina Hartnett lives on 80th and Powell, where a majority of the campers stay. My lawn is now becoming a public bathroom. She fears leaving her house just to go to work. And it is scary when you have grown men meth raging in your driveway.The last thing I feel safe doing is going out and saying, hey, can you please move so I can go to work? Calling the police in city is an everyday chore with little reward. So far, no one has come to help us. I feel like nobody hears us. Nobody cares about us. This mother didn't want to be identified on camera, afraid of retaliation from those living on the streets. She rarely lets her children outside to play. It's very sad. Because my...They're just kids, so they want to play.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新闻。我们常常在政治层面讨论说人应该要怎么活，共产主义才是乌托邦，资本主义才是王道，社会应该要怎样，社区应该要怎样，我们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不对，我们应该要遵循圣经的律法。这都是很多人爱讨论的话题，包括整个 AI News 也常讨论的问题。好像自己看得很广，看得很远。但是其实一般的人不太在乎政治，一般的人不太在乎信仰，一般的人像我妈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我们其实在乎的很基本，就是我们社区安不安全，我们的邻居是不是神经病，我们晚上出去倒垃圾的时候会不会被抢，我们家门口会不会有流浪汉在那边大便，那些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前线。但是我们的州议会或者国会，他们从来不讨论这些东西，他们只在乎要怎么样建造他们心中的乌托邦，什么跟电影一样在空中造起一个浮起来的这个城市之类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会当选，他是这么的接地气。我还记得他在2016选举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讨论要怎么创造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说税金要怎么用。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搞好治安，我要让大家居住的环境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结果不只是左派，就连右派还有保守派都在攻击他。那些专家啊，那些教授就说不对啊，联邦政府的工作不是让人可以有安详的居住环境啊，我们叫做是减税，还有企业工作吧吧吧吧吧吧吧。但是选民听到川普说的，他说的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要干什么，我真的不太能做太多，我真的就只在乎我家，只希望治安可以变好，然后 我在乎我的人生，我家庭成员的成长。我几乎可以100%的确定，刚刚你在影片里面看那些人应该都不是共和党的，应该也不是什么保守派。依照他们的种族还有穿着还有他们的地理位置来看，他们应该几乎都是民主党的人。就连他们也发现了这一切的政策都太烂了，左派的建设理念彻底的摧毁他们的社区，摧毁他们的邻舍，他们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而且不敢发声，因为他们如果说出来的话，就可能被其他左派攻击，说他们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没有同理心，别人在你前院上厕所又怎样，他们很可怜耶，你做错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给他们卫生纸还有垃圾桶，要是我的话就会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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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就是一群只会说风凉话的人，但是人就是最容易被风凉话欺骗，这一切只会让人更喜欢川普，更想要认识川普，更了解为什么2024川普非常有可能会出来选，而且会选赢，因为他太接地气了，他就是一个把问题指出来，而且说绝对要解决的人。